《华严念佛三昧论》讲记，诸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华严念佛三昧论》第二十二页，二十二页啊，从第三行啊，二十二页第三行最下面一句看起啊，我先将这段。 论文念一遍，对对地方。盖譬如暴土，以二圣凡夫无接引之分，而极乐则九品昏章，万流其赴，一得往生，恒结生死。 是此娑婆，窘婚胜烈，诸经广明，均不具录。啊，我们这堂课从这里这一段看起啊，从这段论文看起啊。那么，在房老啊，啊，他这个讲记讲啊啊，这原因就是譬如暴徒。 啊，就是毗卢啊，叫做毗卢遮那佛啊。毗卢遮那佛呢是报身佛啊，报身佛呢啊，这个佛身很大啊，我们看不到啊。这个报身佛的相好啊啊，这个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那我们凡夫二圣啊都见不到了啊，所以。 这个华藏世界啊，毗卢遮那佛的暴徒，与二圣凡夫无接引之分了啊,啊！这个我们没有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啊！这个连前教菩萨也都没份了啊,啊！那么，这个在我们娑婆世界啊。 你要往生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就是毗卢遮那的暴徒了、啊。我们称一真法界了，那不在十法界了。那么十法界的六道凡夫没有份啊！这凡夫就六道啊！啊，从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 啊，这个六道啊，真凡夫。那么，这次凡夫二圣啊，就是四圣法界的声闻缘觉。那包括呢，哦，全教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天台中啊称为啊相视即佛。 啊！断剑师破尘沙，但是没有破无明。啊，那么这个在四圣法界啊，也就是连六道法界合起来叫十法界，没有出十法界。那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娑婆世界的暴徒啊，是要明心见性的。 啊，这个这个最少破一品无名的法身大士才有份啦、啊！啊，所以这个《法宴经》啊，是对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讲的啦。啊，主要的对象。啊，那旁边呢、啊？啊，也接引我们这个四圣法界的佛菩萨啊、阿罗汉、辟支佛啊，也接引我们六道凡夫了。 啊，主要是为了四十一位法身大师来讲，所以，我们二圣就是讲起来啊，啊，二圣啊。跟凡夫啊无接引之分，我们去不了。啊，我们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报佛所现的暴土。 啊，这个这个图啊，对于恶圣，就是缘觉声闻，声闻我们一般讲阿罗汉，缘觉叫辟支佛，啊，阿罗汉、辟支佛都是印度的梵语音译过来的，啊，换成中文了、啊，阿罗汉就生闻，闻声悟道，啊，辟支佛啊，方为缘觉，啊，修十二因缘觉悟的。 啊，所以声闻缘觉啊，以及凡夫啊，没有接引之分了、啊。啊，这个你不够分，啊不够分就是不够资格了，啊不够这个条件。啊，所以我们凡夫二圣啊，啊包括前教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就是十法界的活菩萨。 啊，声闻缘起啊，也都不够啊，不够条件啊，往生到毗卢遮那佛的暴土啊，你最少要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那才才有资格啊，往生到华藏世界啊，毗卢遮那佛的暴土啊，你不够这个条件。 啊，就不能往生了，啊，这个这个就没有接引了，还复二圣了，往生到毗卢遮那的暴徒了，这个就没有。那么还有很多佛国啊，也是一样的，例如药师佛的国土，就是不容易生，啊，它也有相当的条件。 啊，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就就能去了啊，有相当的条件啊。那这个条件呢、啊，那比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条件要高很多了啊。《念药师经》，大家看这个经典啊，看看看到最后啊啊，《念药师经》最后的感应是什么？ 啊，念得很真诚啊，念到一心不乱，啊，你念药师佛，念到一心了、啊，那药师佛呢？啊，是不是就接引你到他这个东方净琉璃世界的佛国土呢？啊，不是啊，药师佛啊，派八大菩萨啊，这个我们在药师经。 看到啊，有观世音，有大势至啊，有弥勒菩萨，要派八大菩萨呢来接引呐、啊，把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我们看经文是不是这样啊？那经文就是这样啊，这个这个药师经啊，你念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 啊，练到最后呢，啊，倒生到西方了。那、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不够条件到药师佛的世界啊，啊，那水平不够啊，条件不够啊，啊，那个起码要断见思货以上的啊，那那我们凡夫怎么办得到呢？啊，所以你进不去呀、啊。 啊，你考试的分数不够啊！啊，那么这个黄念老啊啊，他也常常用现在呢这个考学校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也我们现代人比较容易理解了啊，所以他说呢，他常说啊，极乐世界呢是一个特别的学校啊，特殊的学校啊，比如说你。 现在考这个，呃，高中考联考考大学啊，这个这所大学啊，你只要考两百分这个分数，你就能去进念了，到这所学校去念，到阿弥陀佛这所学校去念。那么，一个学生两百分都考不到，那不能要你了啊！这个这个太差了，太不行了啊！ 这个两百分呐，黄老他给他啊分一个比例啊，一百分呢是花菩提心、啊，那这个花菩提心呢、啊、你要一百分啊，那么一百分是一项专念阿弥陀佛，这样两百分就够了啊，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阿弥陀这一所学校去了。那么去了之后呢，个个是没有退学、没有降班、没有开除。 个个是博士，个个成就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这个啊，这个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这个人类啊，很推崇的科学家了啊。那么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比喻了啊，你到那边呢、啊，不但没有退学、没有降班、没有被开除啊，而且个个啊，将来毕业出来啊，个个都是顶尖的博士了、啊。 也就是说，成佛了，啊，这就是这么一个特别的学校，啊，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因为它特别，啊，跟其他所有的佛国土不一样，啊，所以称为啊院中之王啊，啊，它的条件呢、啊、不高。 条件不高，啊，就是你见师父一品都没断，只要积足啊，信愿行，那么就能往生西方了，啊，那这个就好比发菩提心就是信念，了，真信切愿啊，愿意放下娑婆世界，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了、啊，啊，这个菩提心呐、啊，也是印度的梵语，啊，是音译过来的，换成中文是觉悟的意思，觉悟。那么怎么样觉悟呢？啊，这个《弥陀经》讲的信愿，信是不怀疑的、啊。啊，相信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些圣言量。 那么相信之后啊，就发愿了，啊,啊，放下娑婆世界，愿离娑婆世界，啊，心目极乐世界了，啊，知道这个世界苦啊，只有苦没有乐，啊，所以一心啊向往，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娑婆世界呢、啊，一切。 通通放下了，彻底放下啊！这个在佛期啊，念佛堂啊，这个主七师常常讲啊，啊，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放下身心之后。 就厌世娑婆了，把娑婆世界这一切一切，啊，什么亲情啦、啊，什么这个这个财物啦，啊,啊，名文利养啦，功名利禄啦，啊,啊，子子孙孙啦，通通放下，啊，包括自己这个身体也放下，啊，那么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或者讲。 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了啊、呃！临终就蒙佛来接引，感应佛来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这个条件呢、啊，就比其他佛国度的条件低很多了啊！其他佛国度最少你要断个见思啊，啊，那才能去得了啊。 啊，就不要说破无名了，啊，我们现在这个贱货都断不掉，啊，一品也断不掉，啊，就很难了，啊，这个条件就难了，啊，所以一般的法门叫难行道，那难就难在这里了，啊，特别是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弥陀要解上讲啊，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 啊，同居这一关就是见师父，你要断尽啦、啊，你才能升到方便有余土啦。啊，那么同居这一关呐、啊，见师父，特别是第一关见货。啊，如果您能够断三界八十八品见货。啊，你一生当中能够把这个见货断断干净的。 那么这个虽然呐、啊、还没有出离六道啊，但是已经入了圣位了啊，是小小圣啊，他正得位不退了。那么也等于说他超越三界啊，有时间表了啊。根据四十二章经佛讲的，你只要断见货，断干净了，天上人间呐、啊。 七次往返，你必定断失惑，证阿罗汉果。啊，也就是说，初三界可以一起。但是如果见货断不了，这一关不能突破，那你修行的功夫再好，你的禅定功夫再深，啊，那这个也没有时间表了啊，啊。 啊，你一定最起码要把剑惑断干净啊！如果没有达到这一个标准，那出离三界六道啊是没有时间表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他这个一般的法门，它条件就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就难了、啊。我们生生世世学佛，学到今天还是凡夫，就是第一关都突破不了啊！如果有一次啊突破。 断了贱货了、啊，那最少现在也是虚头洹果了，啊，应该也正了阿罗汉了，啊，因为呢，正得虚头洹果啊，人间天上七次往返，那必定正阿罗汉，他不会再退到凡夫位了，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退了。啊，这个难呐、啊，所以叫难行道。 那么我们净土叫易行道，易就比较容易啦，啊，这个容易呢，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啊，这个我们也不能误会了，啊，以为我们通通不要修了，那我都念念佛我就去了啊，也不是这样的，啊，他要居住信愿行啊，我为祖师特别在要弥陀要解讲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 啊，这是往生或者不能往生的关键。如果你没有积足这个真性切愿，啊，愿意放下娑婆，愿生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愿，你佛号念的再好，也不能往生西方，啊，除非你这个佛号啊，念到断见思佛啦，断啊、呃、尘沙佛啦。 练到你一心破无明了啊，那这个啊也跟一般法门一样了啊，你这个这个自己就有能力啊往生了啊，就是偏重了自力了啊。虽然修炼佛法门呐，那也跟一般通途法门是相同的啊，那这个就。 没有什么特别了啊，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你念到断见师佛了，那你就证阿罗汉了嘛。啊，那你你可以往生到啊这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了，也可以发愿往生到阿弥陀佛的方便有余土，啊，也可以发愿。 到这个其他佛国的方便有一土，因为你够这个条件啊。这个是业。啊，信念啊，是这个净土法门它的特别特色。中峰国师在《三十信念》啊，第二十最后一段开始。 啊，特别强调信念。啊！如果你不发愿往生啊，纵有功恨，欲成虚设啊！你不发愿，愿生极乐世界，愿死娑婆世界，你没有这个愿，纵有功恨啊，就是你功夫练得再好，你也不能往生了啊！纵然练到一心不乱啊，你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 啊，往生极乐世界，那关键在愿啊，关键在愿信念啊，信念是往生的关键。那么行是念佛啊，那么你念佛功夫啊比较深，品位就高；功夫浅，品位就低。 啊，所以这个信念行啊，这个三支两，啊，那么有真信切愿的、啊，那必定会念佛嘛，啊，这个行必定是会跟上来，啊，这个信念啊，是推动这个行的一个一个推动力嘛，一个力量嘛。 啊，那么行这个念佛，你积足真净切愿，这个念佛练的功夫差一点也能往生，没有念到一心不乱，甚至没有念到功夫成片，也可以往生。啊，但是呢，啊，如果念到功夫成片呐、啊，啊，那这个是比较有把握了，啊，比较有把握了。 啊，这是比较呃能够预知时至啦，啊啊，当然这个功夫啊，也帮助我们训练的坚固，啊，帮助训练的坚固，啊，那么我们一定啊要掌握住这个弥陀经啊修学的宗旨啊，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是同步的、啊。 啊，花菩提心就信念，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我就是支持名号。啊，这个是我们净宗特别法门的一个核心。啊，这个我们要掌握住。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念佛念得很用功，啊，念的功夫也不错，但是临终呢，却。 没有看到他往生西方的一些迹象，啊，有的甚至还去自杀了，啊，这个我们也看过，啊，那我们要问为什么呢？啊，就是第一个啊，念佛的功夫啊是很用功，但是呢，可能这个功夫啊还没有达标，还没有达到标准。 啊，因此临终啊没把握往生。那么另外就是这个信念不记住，啊，放不下这个娑婆世界，信念不记住，啊，对这个世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那这个没有愿呐、啊。啊，没有愿呐、啊，没有信念呐、啊，你就不能感念佛来接引啊。佛愿意接啊，我们不愿意去，那这个不能感念啊。 佛那边没有问题啊，我们这边出了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功夫不到啊，甚至没有练到功夫成片，基础训练呐，临终一念十念都能感佛来接引，啊，那这个信念是往生的关键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净土的特色其实就在信念。啊，在信念。 那行就是念佛啊，如果没有信念啊，这样来念佛啊，那就跟一般通途法门就没有两样了啊,啊！你要练到事一心，练到理一心了啊,啊，才能超越了。啊，没有练到事一心，练到理一心啊，我们一般讲啊啊，这个只能练到功夫成片啊，这个功夫成片呐、啊。 就是相似的是意心，但是不是示意是意心是福祸。他把我们这个祸业呀、啊，扶住了，啊，扶住就控制住了，它不起现行了。啊，那么这样啊，就有把握往生了。 啊，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要念到啊，这个功夫成片了啊,啊，如果积足信愿行来念，那就能扶这个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习气，能够把它扶住，控制住，伏惑。 啊，那么净土法门就是你，你这样就及格了，就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了。啊，这个就是黄老讲的两百分哈，考两百分。啊分，那如果你不具足训练型啊，啊，也就是说你两百分都都都不够啊，这个还是不能录取啊，它还是有一个最低标准的。啊，还是有个最低标准。 啊，因此我们要知道啊，我们镜中的学人，特别老同学，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知道这个法门是易行道，但是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啊，他还是有他的条件，条件就训练型。啊，那么行基本的条件就是福祸，你不能断惑没关系，断那个难度就高了啊，如果你能断了、啊。 那你自己就有能力超越六道了啊！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你在娑婆世界也就超越了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凡夫没有能力断，断不了啊。因此啊，这个依靠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愿力啊，接引我们待业往生啊！你现在呢，只要有能力啊。 有这个福祸的功夫啊，那就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呢，再去断啊，那就容易了啊，分两个阶段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世界啊，就是要积足心念行啊，要有福祸的功夫，我们这一生啊，才真正有把握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啊，如果达不到啊，这个训练型啊，有但是不够分数啊，就黄老讲的不够两百分啊，那这个这一生啊往生还是没把握啊。那我看临终最后一念啊，是不是能够提醒念佛啊？如果临终啊一念好，自己善根福德一念具足啊，啊这个一念十念呢、啊、也能往生，但是没把握。 啊，有几个人能把握林终啊，神智清楚呢？啊，如果病苦一来啊，你不能念佛了，啊，业障又现前了，啊，这一生啊，修的啊，啊，也就是种善根，啊，跟净土法门结结缘，啊，来生来世啊遇到啊，再继续修了，啊，那修还是要达到这个。 两百分的标准啊，啊，就是具足训练行才能往生。所以《弥陀经》也讲了：若以生、若今生、若当生，啊，如果这一生今生就要往生，那这一生就要具足训练行。啊，若当生呢？那你这一生没有具足训练行，那来生来世啊，或者来生或者过两生、三生、十生、百生、千生、万生，啊，或者无量劫后才具足。 那你什么时候祭祖就什么时候往生啊？啊，就是这个道理了啊，所以叫当生当生，那就时间就不一定了啊。啊，关键看你什么时候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啊，具足信念型，那么那一生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的世界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它的特色，它的特别。 就是在这里，没有断货了。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超越了。那么以上啊啊，给大家补充这些啊啊，也都是经典啊，祖师大德啊的开示啊，我们一定要呃明白啊。希望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不能不搞清楚、搞明白啊，不能不在这个地方啊去下功夫了。 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这两句，极乐则九品分上万流其赴啊，这个就是说极乐世界呢有分九品啊，跟其他诸佛世界不一样啊，其他诸佛世界你没有断见思破无明，你生不了啊，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啊，有方便有一度。 这个这个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土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但是我们这里的凡圣同居土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凡居凡圣同居土不一样，它是清净的，我们是污秽的、污染的，五浊恶世啊，它是五清善世啊，那这个不一样。 那么，极乐世界呢？啊，就是超过一切世界啊！就在它的凡圣同居土的殊胜啊，这个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十方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啊，啊，都是不清净啊。虽然有不同，但是基本上啊，有六道不清净。 那极乐世界呢？它没六道啊。我们在弥陀经看到啊，它只有人天两道。那、啊、它没有善恶道啊。弥陀经讲的很清楚啊，无善恶道啊。啊，那些鸟是阿弥陀变化的，不是真的善恶道不是真的畜生了、啊。啊，它告诉我们呢、啊，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只有人天两道，它没有善恶道。 啊，而且虽然我们人的身份往生还是人，但是没有生老病死了，这个没有了，无量寿了，啊，世界啊没有五浊了，都是五清了，啊，那这个是十方世界的诸佛国土，每一尊佛都有都有四土，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有四土，那凡正同居土大同小异啊，只有极乐世界。 跟其他诸佛世界是完全不同，这个不同的就是完胜统计图，这是极乐世界的特色。那么极乐则九品混章万流其赴啊，有九品啊。那么这个九品啊，是根据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来的啊。这个我们一般简称啊《观经》。 啊，那么经体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简称为《观经、啊》了。那么，《观经》有十六观啊，这个我们如果常听先师敬老啊，啊，这个在讲席当中讲这个净土经论啊，哎，常常听到了十六观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啊，那其他的法师大德啊也都有讲啊，凡是讲到净土，啊，这个观经啊，啊，这个大家都听过了，啊，这个观经特别的日本的西山净土宗，他们主修善导大师的注解《观无量寿佛经四帖书。啊，他们主修的经典。 啊，那么这个也附带我们补充补充啊，讲讲啊，黄老这里讲的是比较简要啊，说有九品啊，区别对待啊，这个观经啊，一共有十六关，第一关到第十二关啊，叫观想念佛，第十三关呢、啊、叫观相念佛啊，第十三关。 那么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三关呢、啊，啊，就是九品往生了。啊，这个九品往生是从关经啊第十四关、十五关、十六关啊，所以这个九品呐、啊、列在啊这个十六关里面了、啊。 那么前面呢、啊，观想念佛啊，这个心要得禅定，定下来你才能观呐啊,啊，因为静妙心出啊，我们凡夫这个心能出啊，那个极乐世界啊，那个佛的暴徒啊，佛的相好啊啊，那我们这个凡夫啊，没有禅定功夫啊，观不成啊。很难啊，不要说后面的观呐、啊，就观那个落日悬古啊，我们就。 哇这个这个有困难了啊,啊！前面呢、啊，第一关到第十二关啊，也不必说每一关都要关成啊，只要其中有一关你关成就，就必定往生极乐世界。比如说日关，你关成就了啊，这一关关成就是啊，看到太阳要下山，红红的太阳啊，关到呢，太阳下山了、啊，那个红红太阳还在啊，二六十钟啊。 你面前啊，始终一个红太阳没有消失掉。那这一关才关成啊，那这个这个就不容易了啊！我们看得到的，你去关都不容易啊。那后面那个境界，啊、这个一正庄严呐啊,啊，佛的像好，菩萨的像好啊，这个七宝池八宫得、八功德水啊，莲花等等，你没没看过啊？你要关呐、啊，根据经文这样去关呐、啊。 这个很难呐、啊，观不成了啊,啊！那么第十三关是比较容易啊，你有一尊基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啊，藏六金身的佛像啊，看这个佛像啊，那这个就不比观想要容易了啊。一个佛像我们常常看就比较容易了、啊，这个观相念佛啊，但这个要时间呐、啊。 啊，你一天到晚不能离开这个像啊，像像走开了，你又又没看见了，又忘记了，啊，要把这个庄严的佛像啊，深深的印在脑海当中，啊，这个比观想容易，但是也有它的难处，就是你没时间呢、啊。 啊，你三餐呐、啊，什么事情都要帮人家帮你料理，那你的工作就是看佛像啊。那他要找这种福报的人，恐怕也不多了哈、啊，不方便了。啊，那么第四四关就是上三品啊，修念佛法门，修各种法门，通通可以回向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所以。 我们没有看这个关经这个九品呐、啊，啊，以为啊，哎呀，这个专修净土才能往生，那修其他法门、修其他经典都不能往生呐、啊，不是这样的。啊，九品呐、啊，他收的基就是最圆满，一个都不漏。啊，你修大圣的，修哪个宗？啊，过去先师敬老在讲席当中啊，甚至讲到你修其他宗教的。 你如果真心、真信发愿呐、啊，要求生净土啊，就依照你那个宗教的修法，你这个功德啊，啊回向的都能往生，因为关键在信念嘛，你相信不相信，你愿不愿意去嘛，那是真的，啊，这是一点不假啊，这个都有经文做依据的啊，不是随便讲。 啊，那么上三品，啊，那么说的机，就主要是发大圣心的反复了、啊。你是大圣心的不是不是圣人了、啊，啊，不是西头环了、啊，还没有西头环啊。但是你发大圣心，比如说你学华严、学法华，啊，学金刚经、大圣经经典，你这个，你这个这个出三界啊。 啊，你这个大心凡夫啊，啊，你训练念佛啊，不但出三界啊，还可以上品往生啊。啊，那上中下，它也分三品。啊，有读经的啦，持戒的，修六念的啦，啊，啊，念经念佛念咒啦，啊，啊，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啊，一心三倍，啊，这持州法师啊注解的，一心三倍，这个很有道理。 啊，所以专修净土啊，那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那你修其他法门，修其他经典，你只要积足心的，你愿意回把这个功德回向发愿到极乐世界也可以。阿弥陀都说。那么中品呢、啊，是发小圣心凡夫的啊，它不是大圣心呐、啊。 现在我们有看到南传佛教国家啦，那是小圣啊,啊，像现在斯里兰卡这个强蒂玛国师啊，也接受先师敬老和尚了、啊，这个教化。啊，他们也带头啊，不排斥大圣啊，过去的小圣都大圣推佛说他不相信。啊，现在他们也相信了、啊，也接受了，也念阿弥陀佛了。 啊，那么他们把这个修小圣的，发小圣心。啊，小圣只是想求证阿罗汉果啊，持这个戒律啊，持这个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啊，他只是想求治疗了。啊，那么发这个小圣心往生的，是中三品。 啊，中二品，啊，中上品跟中中品，啊，中上品呢、啊，啊，你持五戒，八关斋戒；，啊，中中品啊，持比丘戒。啊，那么在《观经》里面呢，也讲到，啊，啊，为什么这个比丘戒比五戒八关斋戒高啊？为什么反而比丘戒在中中品？ 啊，那善导大师有解释啊，说八关斋戒啊，啊，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啊，他们的用心不一样啊。虽然一天一夜啊，他用心很急，他就有这么一点时间呐、啊，那就特别的用功了啊，特别的珍惜啊，所以这个心呐、啊，花这个心呐、啊，虽然持八关斋戒一天一夜，把这个功德回向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啊，在九品里面是中上品哦。你看，那中品它还在上品、啊、那么比丘戒为什么反而是在中品呢？因为比丘戒你平常都在吃啊，啊，他的用心没有那么像八关斋戒那么急切、那么珍惜了啊。这关键是在用心啊。当然啊，你持比丘戒如果。 你心跟十八关斋戒一样啊，一样可以往生中上品啊。那这个是以一般的这个情况来来来来给我们解释。那么中下品啊，是世间善人，也是凡夫啊。我们一般讲好人呐、啊，他这个人是好人啊。这个好人呢，他平常他也没机会遇到佛法啊，是临终啊。 在命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啊，给他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劝他信练念,念佛、啊，要相信，要发愿，啊，念阿弥陀佛，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要在这个世界受苦了，啊，受六道轮回了。啊、他听着啊，心里就欢喜，就马上接受，马上发愿念佛。 啊，这样啊，命中的时候啊，佛接引他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中下品，啊，中下品是发善心的凡夫了啊。我们一般讲善人，啊，像那个先师过去在这个讲席当中常,常常讲到，啊，这个这个华盛顿 DC 啊，这个周广大居士，他他没有信佛。 他好人啊，在做面包生意的啊，那么这个得了癌症了啊,啊，医生宣布啊，剩下六个月啊，那么他的家人呢、啊，到处求医了啊，找医生哎，没没有没有办法啊，西医都宣布放弃治疗了啊，那么。 到各处啊求神问卜了，看看有什么奇迹啊啊可以来治这个癌症啊！后来找到华盛顿佛教会啊，碰到龚振华居士啊。这龚振华这个居士这个人呐、啊，讲话很直白，很直接啊啊。那问到他了啊，他就去他家呢看这个周广大先生了。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皈依啊，也不能称他居士了，就劝他了。他西方有佛阿弥陀哇、啊，有西方极乐世界啊，劝他呢，你要相信啊，你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要念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这么苦，有什么好留恋的、啊？赶快念佛求往生啊！那这个周广大先生啊。 他的过去世啊，也种了很深厚的善根了。啊，那这一生这个到临终这个缘才才才遇到。啊，平平常是个好人，他一听马上就接受，啊，马上就跟着大家念佛，求生净土，这样练了三天三夜啊。 啊，他看到阿弥陀佛、观音世子从云端下来接引他，告诉大家呢，佛来接引了。他看到阿弥陀佛、观音世子啊，跟佛走了。啊，他说出来了啊，那这个这个就很确定了。那么像周广大先生，根据《观经》这个九品啊，他是属于中品下生。 啊，当然，他往生之后啊，品位有增高，这个必然的啊。但这个是根据啊，关键这个来，他临也是临终啊，关键讲临终啊才遇到啊。他练了三天三夜，平常他也没有接触到佛法了啊，中品下手啊，所以这个上三品是接引了、啊、发大圣。 心啊，这个凡夫啊，这个是发大圣心，这个都是善人了啊,啊，这个是上善。中三品啊，发小圣心及世间善人往生的啊，他们持戒啊，做善事啊，中三品。 那么下三品是接引啊，造恶业的凡夫往生的啊，那这个我们就非常感恩阿弥陀佛了。那他造恶业，佛也不舍弃呀、啊。啊，这、那个下上品啊，就指一般人啊。一般人啊，造十二业啊。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很少不造十二业的啊，大多数都是造十二业。 临终啊，第一项限前了啊，三个道的象限前了啊，那造恶业啊，那肯定是多三个道了啊，那也是临终啊，遇到善友啊，劝他信念念头要放下啊，那么他一听啊，就接受了，真放下了啊，真愿力往生极乐世界，跟着大家念佛啊，这样。啊。 命中啊，佛来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下品上生啊，那是一般人了啊，一般在家在家人。那么下中品呢、啊，是指主要是出家人啊，偷生其物啦、啊，破戒啦，啊，不敬说法啦，啊，讲经说法为了名闻利养啦、啊。 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就很多了啊！我们自己反省啊，哎呀，自己也是这个这个犯了这个这个罪过了啊！讲经说法啊，做法会啊，甚至打佛期啊，都是为了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个叫不净说法，心不清净。 说法啊，那偷生其物，偷生其物就出家人那个机会最多了啊啊，这个坚守自道了，这最容易犯了啊。弘一大师讲啊，他说五戒他不敢说持全啊，四条戒他有把握啊，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 不饮酒，这四条他有把握做到；不偷盗呢，他没把握啊。到那个界限很细啊，有时候犯了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出家人就比较容易犯了啊。那么造了这些罪业啊，一般古大德讲啊。 地狱门前生道多啊！这一句也不是假的，这一次也是真话了啊！因为呢，你不是生道，你没有机会造这样的恶业啊！啊，那么生道呢，他就有这个机会造这个恶业啊！特别是不净说法啊，心不清净的讲经说法。 啊，讲经说法有功德，但是心不清净啊,啊，这个功德就被这个求名力养、求利、养五欲六尘，这个这个业障、啊、障碍住了。啊，讲还是有讲的功德，但是你这个夹杂这个不清净的心呐、啊，就被障碍。啊，这个心呐、啊，这个这个比较业力比较强啊啊，那临终啊，还是第一向现前。 啊，甚至念佛，啊，啊，为什么我会到第一期就心不清净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因缘好，如果因缘好啊，遇到善知识劝他呢，赶快忏悔啊，赶快放下啊，一念回心呐、啊，那么这个这个佛也接引了、啊。 啊，也是要基础信念呢、啊，要放下了，真信发愿念佛，这样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啊，这、那个是专指造恶业的出家人。啊，那这个是临终啊，他才遇到。那这样往生呢，是下品终生啊，下品终生。那么像。 严苛法师啊，他不是临终啊，他是在平时啊，所以这个就不一样啊啊，他平时他就有忏悔心呐、啊，他知知知道自己造了这个恶业啊，他就有这个悔过的心呐啊，知道呢啊，这样下去啊，啊，这个他将来必定堕地狱嘛啊，他的好处就相信因果了啊，真的相信呐、啊。 自己会堕地狱啊，怕堕地狱啊。那么思地狱苦就发菩提心了啊,啊。那么人如果能够想到地狱苦啊，过去先师敬老啊，请台中江一子老师发地狱变相图啊，也就是劝人啊，要思地狱苦发菩提心。你没有想到地狱那种痛苦啊，那菩提心。 发不出来啊！啊，人知道苦啊，他就开始觉悟了。啊，人在苦中不吃苦，那还不觉悟，还迷惑颠倒。啊，那这个就很可怕了。所以我们要施第一苦，发菩提心啊,啊，这个能够施第一苦，菩提心就能发得起来。所以云科法师他是平常啊。 他就想到地狱苦啦，就赶快要求往生啦，啊，才请人家告诉他有什么方法了啊？人家那个净土圣贤录给他看，他看得很感动，啊，三天三夜门关起来，啊，一心念佛啊，求佛来接应往生极乐世界，啊，他的至诚恳切的念，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啊，他真信切愿了啊,啊，那一点不假了，真愿的往生了啊,啊，真害怕堕地狱了啊,啊，所以英科法师他他这个往生就不再下中品了啊，他平常就知道忏悔了啊，他这个叫忏罪往生了啊，这个不在不在下中品了。 啊，所以这个忏悔往生啊，过去我们先师敬老在讲席当中也引用经典讲的阿舍世王啊，他、啊、年轻时候也是不懂事啊，听提婆达多的说死，就把这个这个这个呃、啊、杀父害母啊，临终啊忏悔了，知道错了啊，佛见他呢，信念念佛求真净土啊，他真的就。 接受了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结果往生呢是上品中生，啊，他这个犯的是五逆十恶的罪啊，啊，五逆十恶啊是下品下生呐、啊啊。阿舍斯王是犯的五逆十恶、啊，杀父杀母，啊，出佛身死，杀阿罗汉，破和河僧呐，啊，他犯了这个五逆罪啊，都无间地狱啊。 啊，结果临终忏悔啊，信念念我往生极乐啊，往生是上品众生。经典讲上品众生，可见得这个忏悔的力量很大。啊，所以啊，这个我们看到经典讲的是一般的情况啊。那说个人呐、啊、的根基啊，他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啊。 也不一定说造恶业，他往生就一定在啊下三品，有的像阿瑟世王那种跳到上品众生去了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好，那么这一节课啊，因为这个很重要啊啊，这个补充啊，这这一段呢、啊、我们没讲完，我们下一次啊还是从这一段讲起啊，还是从这一段讲起。嗯